先进的国家，不一定只看 GDP 哈、哦，国民生产哈、哦、总额这个，嘛唔是看你的哈、哦、平均的年所得偌济，几万美金哈、哦。咱有几个指标会当看，啊、哦，第一个，公园内底是唔是有鸟啊？啊、哦，这是其中的指标之一。是安怎讲？我35年前，我第一次去美国，在美国的公园，我感受足深的，蜂鸟啊，拢伫个广场安尼找物件咧食。啊，这蜂鸟，那伫35年前伫咱的公园吼，拢用网去啊，去杭州鸟巴去啊。哦，按35年前咱算蛋白质的来源。哦，可能要个无啥搞，有需要去掠一寡野鸟、野生的动物，哦，甚至甘蔗园掠鸟鼠，哦，迄是以前肉类哈，这蛋白质的来源之一。同款，你讲即马中国因赚足侪钱啊？另外一个指标，咱来讲，就是你公共厕所内底有卫生纸规捆的、规包的。拢要低嘞，啊！你这个经营，你哪个？伫进中国，你公共厕所你甲下这些物件，连袂人规捆规包摸了了，好、哦，啊！你若无注意，上完大号我没有无做好用，好、哦，这原来是一个指标之一，哦，唔是讲看你介有钱，你国民的生活水准也无够。甚至咱台湾早期吼30年前，有人出国去观光，啊，包括去日本佚佗，咱台湾人上爱去日本佚佗。结果日本迄阵索尼出一只11寸甲13寸的细只电视，摕伫个小套房内底。咱台湾人去吼30年前去遐佚佗，退房的时挂电视感冒咧走，吼，啊，有饭店的人约出来呢。哎、啊，就是咱的水准无够，别人的物件就是别人的物件，你袂使共摕的吼。唔、哦、是讲你来大道遐内底物件，你拢会当共抓走吼。这是原来一个指标之一啦吼。过、哦、来，就是讲你的公共运输系统顶管哪些不爱做的吼、哦，绝对会留予遐富人人吼，也、哦、是年纪大的吼、哦，有带囡仔的遮来坐。少年的袂去坐，哦，这原来一个指标之一，哈、哦。所以咱台湾民政府，咱遮所有的成员将来要做地方的领导人的人，哦，咱就是以抓这个目标，咱目标不用远大。第一，爱教育咱的本土台湾人，恢复日本时代，哦，日本人50伫台湾跟咱教50年的迄个水准。上起码要甲捉倒转来，就是我咧讲个，定咧讲个，修习、修信量、吼、哦、修法。以前台政来甲咱管，无认真咧实施，好好咧管理台湾。啊、哦，我定咧讲，212栋甲咱管，无在条有家人开一条纵贯线开到屏东，是日本人来11栋，1895年来到。1906年，台一线就基本上完成了哈、哦。啊，日本人真正有心，同款，咱要伫地方要甲地方建设哈、哦，啊，地方要甲做熟悉的时，咱爱有日本精神哈、哦。啊，这都要靠你本身的领导魅力去带你的团队，去带你的次领导啊，作为来共同来完成。好、哦，那么。在世界上，这领导人，我足爱，我足欣赏一个总统，叫做美国的雷根总统。哦，雷根总统，伊的这个亲和力，伊的演说，这个领导的魅力，哦，哦，这是我足钦佩。伊迄款足自然，哦，迄款的魅力，自然就吸引你对伊的注意，哈、哦。所以，伊讲的，伊所列的目标，哦，美国人拢会想讲。大家要做一个完成啊！你敢那靠一个人诶，那无法度。但是
你若有迄个领导魅力，你立出一个目标，主人、全国的百姓，吼，都拢会甲你斗三工。那么，尤其像雷根画的咧星际作战这个计划，吼，星战计划，就是拖垮苏联的解体的原因之一，吼。啊，这个哦，以后有机会再来讲。那么，哇，啊，咱的少年家煞买走对。好、哦，这啊这有啦，头拄仔我咧试试无吼，来，公园爱有鸟啊吼，啊，便所公共厕所爱有卫生纸，啊、哦，不爱坐是空的哈，过、哦、来，坐火车免验票，这是代表什么意思？代表恁所有的人民的素质有够高无？你会当自我管理？我该为对一站坐到对一站，这段票我都爱买开，吼、哦，唔是讲哦，我为高雄要坐来到桃园，啊，我干那买高雄甲台南这站台啊，啊，我着上车，吼、哦，但是你要甲坐来到桃园，吼、哦，伫火车，另外你讲你要想要招票，你有迄个心态，你就是要贪大众的便宜，你本身的诚信就不及格。啊，这有一个故事，就讲，啊，有一个真优秀的啊人，啊，留学，啊，去法国留学，摕到足好的成绩，但是伊拄去法国留学的时，啊，又发现讲，哦，因法国区间车无咧验票，啊，所以伊就用招票。但是无外久去用掠着，啊！伊讲啊，我拄来法国对遮无了解，吼、哦，啊，所以迄个人员就甲放伊过。但是有登记记录，但是伫留学这段时间，伊阁用掠几下摆，吼、哦。到伊摕着博士吼毕业要找头路，伊去应征，吼、哦，大家遐应。这个应征的这个应考官吼、哦，迄阵是主任这人拢足欣赏伊，哦，拢哦你真优秀。但是结果，伊拢无方录取，规半年找一间，拢找大间哦，大间拢甲肯定讲你的资料吼、哦，你的那个哦背景拢真好。啊，到尾伊受气，走去找一间大公司的这个人事主任，我想那恁拢讲我足好个，啊恁也拢无爱给我采用。那个人事主任调资料就来讲，哦，真歹势吼！你逐项拢好，但是你就是无信用。哎、欸，我想到我无信用，伊讲过去的记录，你坐火车、吼、哦、区间车，你拢走票，你拢无买票。嗯，哎、啊，小可代志也要紧，我无咯。这伫阮欧洲，阮的制度敢无同呢？你这个人若无信用，我公司要授权给你。我若请你入来，我授权予你。我无迄个检验机制，我无派人伫边一直咧甲伊监督，讲你有贪赃枉法无？我无迄个人力物力去用这个检测机制。我若用你，就是信用你的人格，信用你会替公司创造最大的利益。唔是请你来亏空公司，哦，像讲像新加坡有一个哦，这个霸凌这个银行，哦。去有一个职员亏空，啊，嘛几啊十亿美金出去，哦，阮足惊这款的，所以诚信最重要。所以你若坐火车，若免验票的时，就表示讲这个国家的人民的素质普遍拢水准以上，哈，啊，这是也是指标之一，哈。过来，社会若发生事故，哦，中央等参观学界，哈，甲人民。诶，一起起来救灾，未推卸责任。啊，啊，这是先进国家的安尼。但你来看咱即个高雄气爆，7月31日气爆这个代志，这个中央无成中央，中央敢若一国变成一国，真可恶的就是讲，当局市长要甲中央讨，这个要重建的这个费用差不多19亿。伊咧计较讲，佮发布假消息讲，高雄市政府敢若
一页 A4 的公文，就要来讨19亿。啊，咱其实公文内底阁有附件，下骹阁有基本的迄个明细表。但是你有甲看，三七工程、幸福人寿、甲国，唔是国啊，国宝、国宝人寿，这两间政府讲要开600亿，要甲接收起来。这600亿讲了轻松轻松，拢未听。啊，迄个19亿，安尼，你看伊有台湾心，有听台湾无？有台湾心无？这个政府无嘛？所以这恶事。伊甲咱台湾人无当作人咧看，吼、哦，啊是安怎？因咧600亿伊敢开，就内底有意投保的这真济，拢是国民党的党员去投保这两间公司，所以因要顾因的党员的利益，吼、哦，唔是顾台湾人的利益，吼、哦，所以这恶的，吼、哦，啊所以，为这来看，甚至一个先进的国家，这个中央就来做了够难，吼、哦，啊这就是因为我讲。迄、那个领导者，就是迄阵迄个医生哦、喔，用电脑甲移植入去，咱开始接力，吼、喔，就是这个原因。好，那么咱来看，永续经营来对照这个核电厂。核电厂你要装设，要有一几个上基本的条件，吼、喔，要地广人稀，吼、喔，你若像美国，或者中国。哦，迄足快所在，哦，你较熟会使，哦，但是你阁爱找一个地质稳定的所在，好，好，那么重点就是讲，这两点台湾有无？结果这两点上重要，咱台湾拢无，咱无地广人稀，咱拢是人口密度，哦，排世界前几名。地质阁无稳定，台湾基地、亚非那些板块的这个交错点，不及，逐工就差不多地动大细尔，哦，有迄有感，大部分拢是无感哈、哦。那么这两项无，咱哪会，即卖要设个第四座？台湾无设核电厂的这个条件哈、哦，啊，而且你看台湾的核灾应变变计划。不可能的任务，哦，因为你若讲，甲核一、核二、甲核四，结果我讲足罕过的，就是讲，伫所谓中华民国诶临时首都台北市诶边啊，人口最稠密的边啊，甲设三座核电厂，啊，这真正要自找死咯，因为你若甲化伊。直线的半径甲围起，整个台北管区拢是伫这个重要的灾区啊！啊，而且你看看，你若讲咱干那过年过节放假就塞车，啊，你若讲临时核电厂崩，伊讲这台北管区包括汤这要疏散，无可能，车规拢塞塞死，哦，走袂赴啦。你就跟他讲，从7月份，台电有扮演一个核灾演习，结果我昨看了，吼、哦，因有35个警报器，然后讲派27个，啊，跟他安尼看，你看这要安怎应变？警报器都创袂好势，吼、哦。而且无能的台电设太阳能，无必要还去用。危险的核能发电，哈、哦，台湾太阳遐尼吼遐尼强，阳光充足，尤其伫南部，哈、哦，是上好发电太阳能的所在。哦，你若甲设计讲，为北到南两条高速公路，哈、哦，第一条高速公路甲这个第三条，哈、哦，你的边啊。啊！就中央分隔岛，你哪有弄个设太阳能板那个规抓？哦，才不会这样供应1/3的台湾的用电量。哦，结果台湾佫生产太阳能光电，算足先进的国家，产量佫真济。啊，结果拢外销。啊，另外德国，因当年的核能发电嘛，因的太阳光电，哇，那真
技术真好，这个转换率真高，但是可惜因生产出来成本高，所以因但是因政府虽然因是较寒带的所在，但是因嘛用政府的力量咧鼓励因德国人厝顶拢尽量拢用太阳能发电板，吼、哦，啊，这就是因知影讲核电是不稳定，是危险，未堪得发生一届灾难，一届都未堪得，吼、哦，一届遐损失，你安怎赚遐电灯来收益拢补袂转来，吼、哦，而且咱的核一、核二、核三的高阶核废料，台电无能力处理，即马拢还阁放放伫核一、核二、核三的厂区。即马待伫南屿遐，唔是待吼、哦，储存伫南屿，迄个是低阶核废料，只是遐工作人员所穿过一挂防护衣、手套、鞋啊，迄是低阶核废料，伊都伫遐管理袂好势，遐汤啊，拢咧生煎，拢咧烂，拢咧外露啊。啊，另外即个高阶，即核废料，家己无法度处理，拢要咧下厂区，要等下有迄个技术卡要来处理。啊，你啊想？台语讲，你无迄个尻川，你食迄个泻药。台湾无迄个条件嘛，这拢无啊。啊，要万一发生代志嘛，无可能疏散。啊，这真正无把咱台湾人的性命当作性命，吼、哦，所以这是作恶一个，吼、哦。好，而且即卖核市场是拼装货，哦，过去都开始讲要起核市，意思是讲，我们去起一个新的、较安全的，起好。发电啊，甲甲合一合二来处理，结果尾啊，看来愈食力。合一合二合三是原装厂，吼，美国的机，吼，因只大厂，因只专门拢咧制造这个核能发电厂的这专家，因是整厂设备输出的，有经过因只大公司认证过。但是即卖这个核市场这个拼装货，真侪。零件真侪主机，真侪公路是无经过核能安全检验通过，就撒来咧乱倒。而且台电本身伊毋是核电厂商，伊只是有钱发包东买西凑安尼倒起来，而且真正因家己只承包商嘛讲，那真正核四若要发电，因规家伙要移民要走啊，因有伫遐参与。建设核四的人就安尼讲，啊，你看这偌恐怖哈、哦。我们换那个，啊、所以桂花桃都要讲这 PowerPoint， 咱来看就讲，台湾真的有很多问题，需要咱各位哦，咱将来地方的领导人啊、哦、来做下来拍拼哈，嘛、哦、爱做下来教育咱的本土台湾人，因为咱本土台湾人这69年以后，中国人伫台湾甲咱污染。无咱较早台湾人足有信用个啊！我常讲，阮爸爸因哩台人受着日本教育个，讲话算话，足有信用，讲出去就比咧即卖中国人咧拍球，安尼写一本遮高，佫出代志，吼、哦！啊，这是素质拢要求个啊，输69年前个吼、哦，日本时代遮个吼，咱、哦、个老一辈遮个人吼。哦啊，今仔我的主题是讲这个美国国会简介哈。咱将来要哦要执政，那么咱做地方的这些公务人员哈、哦，地方的领导人，咱要有一个心态哈、哦，咱是以公仆的身份来服务咱本土台湾人哈、哦，而且会当伫你合法的范围内底来处理。本土台湾人所创、所设立的厂商，咱唔是像中国人用法律、吼、哦、用立法传输，一本遐大本，法条几啊千条，甲台湾人白卡白手，你这袂当做，你也袂当做，啥物原因？因甲你定法律定足济，关关卡卡，啊因拢穿迄个中山装，落地啊拢。头前就四个，啊，迄落地啊，下骹这两个可会伸缩，会当放大的，啥物意思？遐关关卡卡，就要卡讲，啊，你这袂使呢，红包爱塞来，红包爱来，你开过，你要提前来讲，
你要趕錢來講，不是提早來講，那就是因設法律是要讓你們台灣人遵守的，不是要讓中國人遵守的。所以法律遇到中國這些高級外省人、高外人，法律會轉彎，好不好？所以你看林律師貪污，賴素如貪污都沒事，現在都在外面亂亂說，電腦的就可以說頭吃一湯匙的抓去關，他頭吃幾碗說的沒事，在外面亂亂說。陳水扁你看他一些案件、國務機要會現在判好不容易都說真假說沒事，沒什麼沒一隻以前電視報紙把阿扁抹黑，阿扁也代表本土台灣人，結果那個抹黑到現在吵起來，關到起笑起來，關到身體都壞起來、所以我們不是要來糟蹋本土台灣人，我們是要幫助合法圖利，製造雙贏就對了，就是讓廠商有賺到錢、環境也不破壞，咱阁有税金通好收来吼，继续来建设台湾哈、好，咱来秉持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公平、正义、关怀弱势，哈，这真重要。这个国家是不是先进的国家？这个原来是一个指标之一啊。过、来，是不是爱有永续经营的精神？唔是像国民党把台湾当作客居之地，当作旅馆。大大嘞哈，粪扫偏偏一堆，准备要走路，要移民哈。好，这个是美国国会哈，真侪人会误会讲这个是白宫，唔是哈。这个是国会内底咧开参众议院，因咧开院会的状况哈。美国国会。一分两院制，这英国的哈，联邦的参议院以代表州，每一州会当选两席哈，所以五十州拢有一摆参议员，任期是六年，但是每两年爱改选其中的三分之一哈。那么参议长是总统继任人选的第二顺位，好，那么。现在每两年要改选三分之一，这是美国因设计这个有一个好处。伊任期六年，分三届换掉，每两年拢选三分之一，然后三分之二，遐较资深的继续带领遐新进的议员，这是因设计老教带新教的这个用意，过来，联邦众议院哦，以代表人民哦，众议长是总统继任的第三顺位哈、那么众议员的总数，法律规定是435名，任期两年，每两年全部改选，而且较跟参议院无同，而且以美国设计这个，就是讲伊任期无互你真长，干那两年，而且两年到。拢总爱换掉，拢总点选。啊，这个作用就讲，你选到，你就任迄刚开始，你就要好啊替人民来立法案。你唔好开时间去走摊，去走红白帖，浪费个时间。你做众议员，就是要看守国家这个预算哈，审预算。那么你好好做，好好立法案。你若有好好做，近两年你好好发挥，你做好，自然你若要连任都没有问题。你若像台湾吼、中华民国，选到开始，就是继续搁咧走红白帖，这是浪费，会使讲浪费国家资源，浪费这个立法院、立法委员的这个。时间，哈，不务正业，立法委员就是咧立法，唔是咧招红白帖，咧做公关，好 ，OK。这，人讲中华民国立法委员就是
立法院就是迄个台湾的软丸，哈、哦，还是不是没有原因啊、哦？那么美国国会是美国民主的象征，因为美国伊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但是国会这个立法权是三权之首，啊、哦，所以伊是这个最高权力机构啊、哦。那么国会的众议院五级代表永久性的常设委员会，本身具有立法许可权啊。啊，这刚刚讲有农业委员会拨款、军事预算、教育、劳工、能源、商务、金融服务啊，政府改革啊。另外，因为这个这真特殊，有一个政府改革委员会啊，就是这个政府若有一挂不懂的措施啊，啊是有叠床架屋啊。由这个政府改革委员会来重新来立法案，哦，来改正政府的一寡错误的措施，哈，来国土安全部，这较早无，伫2003年才设立，啊，因为两千年的时候，那911事件发生了，哦，美国较改一寡中央级的，哈，比 CIA 哈。FBI 吼，啊，甲迄个移民署吼，真侪单位吼，甲合并整合起来吼，较袂横向联系吼，因为各个单位个别行政吼，各自为政的是横向联系也无好，爱甲集中开吼，统一管理领导，所以新成立一个国土安全部，我过来中央的行政委员会吼，我过来。国际关系委员会、司法资源、规则、科学、小企业，各一个官方行动准则委员会。哦，这个规定，美国的这些公务人员，哦，无论你是国务院，哦，还是国防部其他部会这些人，恁本身恁有一个行动准则，哈，哦，啊，做公务人员、公务人员的格，爱做出来有一个哈。过，哦，来运输甲基础设施、退伍军人委员会、甲筹款委员会。第二十个常设委员会，那么国会伊个权力就是上重要的立法权，啊，立法权内底有含列举权甲禁止权啊，啊，这个基本上国会所通过法律，基本上是大原则性的，其他的行政的细节由行政机关去拟定、去计划啊，然后按照计划来实施。执行这个细则啊，因为国会立法无可能立法作有的啊，啊，另外一寡行政法规靠行政部门都可以用。那么列举权就是国会权力依照联邦宪法第一条的第八款，国会有权规定并征收税金、关税及其他税务，以偿付国债，并为合众国的共同防御及全民福利。这共同会就是国防哈，那么第八款的 B， 国会有权管理铸造货币、调节其价值，并制定度量衡的标准，啊，这种国会权力哈。美国是一个联邦制，这个所谓联邦就是你把那五十个州，甲当作五十个国家，啊，这五十个国家。授权成立一个联邦政府，哈，啊，联邦政府宪法内底有规定，即个，和国会有即个权力，但是若无规定诶，表示迄个权力是伫各州，因即个即五十个国家伊诶手里，因保留伫因诶手里，哦，即个宪法若无规定，国会就无遐个权力，哈，过来，列举权依照，好。是设立邮政局及建造驿站，因为这伫200几年前就设立啊，啊，迄阵200几年前也阁无火车，所以邮局就爱阁制造，听说爱做路，啊爱做驿站，哈，哦，有车站，哈，哦，过来这点真重要。你看，为促进科学和实用技术的进步，对作家与发明家的著作与发明给予一定期限的专利保障。另外，200几年前，伊就专利著作权利法案呢，哈，
啊，美国的进步就是有这条。遐个美国人伊才肯开用头壳在想一挂新的发明，去写伊的论述著作，甲上新的发明、甲上新的技术拢公布出来，吼、哦。啊，借着新的物件有专利，这个专利甲保障，袂人袂使甲仿冒，吼、哦。这真正因为立法啊，这个宪法写下宪法，这个先贤吼、哦，真正有厉害哈。过、哦、来一。募集和维持陆军配备及保持海军，制定有关管理和控制陆海军队的条例。啊，你也看啊，但也无看到空军。啊，卡扎咧写这条宪法的，迄阵空军也未出来，吼、哦，无人机还飞不上天呢，哈、哦。二，过来制定召集民兵条例，以执行联邦法律，镇压叛乱和击退侵略。啊，这标题呢？军队的哦，指挥权力是定在美国国会，所以美国总统若要派兵去打对一个国家，爱国会爱通过，哦，这是美国国会掌控国家的军队，啊，伊只是授权，予你总统叫你的国防部出兵。就要我有国会有同意，你才会当调动军队出国去修建哈。过、哦、来，那么来讲禁止权哈、哦。这个人身保护令之特权不得停止之，这个保障人权哈、哦，人身保护令啊。过、哦、来，剥夺公权令或追溯不或溯及既往之法令不得通过。啊、哦，过来。对于自各州输出之货物不得扣税，因为五十个州州甲州中间物资咧运送，吼、哦，唔免经过关卡扣税，吼、哦。但是你看，因啊，含咱一般国家甲国家之间，拢一定有海关，这就是咧扣税，哈、哦，啊个控制人员的进出。过来，国会的立法程序。得爱参众两院的议员来提出法案啊。第二，所提出的法案送交所属议院的工作人员列案编号，还有下标题啊，这基本得列是中华民国人的意图啊。过来，把这个法案送交相应适当委员会，哦，咱头拄啊讲的迄二十个委员会啊，也小组来举办公听会。在这个公听会里面审议过、哦、看是废案还是成案，所以在美国的法案差不多都来到这里就定生死了，生死了、哦、来到相应适当的委员会、哦、譬如如有关这个国防的、哦、就在这个国防委员会里面、哦、这个里面来办公听会、哦、啊，这如果没通过就这个案到这里结束，啊，如果通过、哦、成案啊，就来个上来，这个如果都是委员会赞成的，并成案送交全院来会议啊，不用为众院上去众院呢，在委员会通过审议，来，各位上来，这个院会哈、哦，由工作人员逐句朗读法案，再跟他读过呢，哦，这二读会啊，读、哦、过，过来的全院审议会议啊、哦，只朗读标题。就开始投票表决，哈、哦，这里进行三读。那投票表决有通过 ，OK， 啊、哦，德爱哥上有另外一个议院表决通过，众议院上出来通过啊，你众议院通过啊，了，爱哥上去有参议院，诶，全院会议，哦，啊，一脑通过，安尼这个法律的成立成案，哈、哦，好不好？将两议院审议通过之法案送交总统。哦，总统去签署啊！啊，总统若签署，则成为法律。如果总统启用否决权，则送回提案的议院。啊，比如总统对这个法案，伊认为治安难行有问题，伊认为不适合，哦，伊会当启用否决权，甲你否定。但是你要否定，你要上登去提案的议院。你要注明你反对是哪一点，啊，有没有其他改善的意见？你要标注起来，
安尼甲退件，你袂使无理无由讲退件吼。OK。不过你退件了，那参众议院因为同意票超过三分之二以上，这个法案阁再度通过，安尼就推翻总统的否决权，这个法案成立，成为正式的法律。台生，我是告二十分还是十分？二十哈，好，好 ，OK， 好，好。咱国会内底嘛有非立法之权，哈，啊，这分六项，就是选举权，啊，这行政权、管理监督权、制定权、调查权、司法权，哈。这不是立法的哈，但是咱来看讲，选了。选举权就讲，伫总统大选中间，如果无人获得过半数选举人票，则由联邦众议院来选举总统。迄阵每州干那代表一票，吼、哦、由，哈、哦，啊参议院这边来选副总统，啊，这美国特殊的做法哈。过、哦、来，行政权，总统若要委派高级的文官啊、哦、官员。譬如讲，联邦准备理事会的主席哈，你们，哈，新的这个查某哈，爱由国会来认可，啊，按有通过，啊，行政机关与其他国家签订条约，嘛爱国会批准，这个签订条约就是国际条约，国际条约全部爱上登啊，和国会批准，这个条约才可以正式生效，啊，啊，你一挂高官嘛爱国会认可了，你才可以正式上任，啊 ，OK。好，这是一个行政权。再来，管理监督之前，国会有权增减或合并或创新行政机构，并增减预算。啊，行政机关需定期向国会报告并接受质询。啊，这是质询权、跟弹劾权、啊、跟立法否决权。啊，你来看，伊会当增减一个行政机构，还是合并？而且创新行政机构，我都在讲诶，国土安全部就是新创新的一个行政机构，嘛会使讲是合并，以合并归来单位，哈 ，OK。过来，制定权，国会有权制定与修改宪法，啊，这敢若国会有这个权利呢，哈。那么，因为修宪程序得按伫参众议院中三分之二以上席次赞成并提案，哈。或全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州来赞成，即可召开修宪会议。啊，这个修宪通过后，还要经过四分之三的州来批准修宪案才可以成立。这不是讲你国会通过就遵守，无，还要上哦五十个州，还经过四分之三以上的州，差不多要三十八州有通过。你这个修宪案还正式成案，才可以正式合法实施啊。二，再来调查权，国会为了立法及监督政府的运作而组成专门机构，以调查政府行为的能力。这政府的行为哪有错误？哈，还是不懂，还是怠惰啊？应该成立一个调查部门来调查啊。靠名来调查委员会有。越战调查委员会、尼克森水门案、哦、伊朗军售案、挑战者太空梭爆炸案、哦、啊，克林顿这靠名哈、哦。那么咱来讲，像那成立越战调查委员会，就讲啊，越南底下的时阵，1960-70年代，伊算三流的国家，啊，你全世界上强的美国武器遐先进，是安怎会拍输？好、哦，啊，开遐侪钱。炸弹开下这，爆下这，佫爆袂赢了，啊，所以成立一个越战调查委员会，啊，啊，赶快挑战者太空梭爆炸案，就讲，啊，这上先进的科技，啊，遐这高科技的这个科学家咧研究，啊，所做出来这太空梭，是安怎会崩的，哈，啊，这就是因要成立这简单的，时间的关系，我简单讲这落啊，哈，好，过来。司法权，哦，国会弹劾权即含有司法性质，且总统任命之联邦大法官也需参议院
同意认可啊，但是只有众议院他才有权提出弹劾之权，但是只有参议院才有审判一切弹劾之权，就是众议院提出弹劾，但是你审判的是参议院的审判。过来，咱来看讲，是哪美国建国开238年，是哪就会当成为世界上强盛的国家啊？第一，就是美国人诚实、踏实做事，一步一脚印。美国人伊拢较谦卑啦，吼，伊有偌济实力做偌济代志，讲偌济话，啊，无像中国人无实力，吼，啊，拢碰风的。讲到惊死人，做出来啊，笑死人安尼。讲来拢白天正地安尼，啊，做起来真正方笑死啊。过来第二个，大部分人信奉基督教，遵守基督教伊的教义。啊，咱来看伊基督教的教义上，诚实、公义、博爱、盼望。啊，信实哈、啊，信实，就是讲，伊所生产出来物件，品质爱稳定，有信用。派伊，吼、哦，会甲你保证一年内拢甲伊修理，甚至因伫百货公司所卖物件，吼，比如讲龙眼机，后来你来甲我买，一个月内你若无买，无条件摕来摕，中国人移民去美国的拢用这部，今仔去来这间，吼、哦，甲买这只，到第二看到第二十九间龙眼机，搁提行。过来，甲一间，搁买一只，搁看二十九间，搁摕来行。中国人拢做啊骗一波，吼、哦！啊，所以这个信质嘛真重要哈、哦。我买美国的物件，吼、哦，买甲用甲歹足困难啊。哦，比如音响，哦，美国音响你甲搬，哦，够重嘞，比日本的还加一倍重量，就是内底用真材实料啊。过、哦、来工艺，哦，美国人做爱打抱不平。啊，看对一个国家，吼、哦，遐人民受苦，吼、哦、啊，专制独裁的领导者伫遐咧找着因迄个国家的人民，哦、美国不是着起兵去共拍，吼、哦，破个，哦，这部我足爱讲，美国人伫全世界拢咧共认养儿童有无？啊，伊毋是未生哦，迄对翁仔某毋是未生哦，家己嘛生四五个呢，嘛去落后国家共认养。小婴儿，我最感动、最配合的，因真侪拢认养迄有缺陷的、欠脚、欠手的，啊，是畸形儿。这波咱台湾人看啊，到即马，你若要讲认养，拢嘛要得个人人的，生了安尼水当当、胖哉哉、好脚好手的。你若讲有一个欠一只手的，我话台湾人无人有迄个爱心，讲要个。领养等于，吼、哦，因为迄你爱照顾伊规世人啊，吼、哦，有诶真侪拢无脚无手诶，哎、啊，真正，啊，台湾因为迄阵讲较歹来讲，食饱伤闲，啊，轻轻唔走去领养一个有缺陷的等下咧个幼稚，吼、哦，即、這个爱心，吼、哦，我感觉台湾人爱学习，过来，他们有盼望，吼、哦，因拢往前走。目标拢看头前，无定讲转来看讲，啊！你较早你对我偌歹，就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因家境要搁咧仇日，啥物原因？就是过去只要有战争啊、战书，第二是世界大战来，互咱日本皇军甲拍败，啊，拢做唔完呢。啊，人日本后悔失礼啊，后用钱甲你赔偿，啊，后一寡钱拢借你免钱。去替恁中国拍江山，就是讲因尾仔经济好个，日本嘛是出真济力啦，真济贷款拢无利息个，哦，故在利用，安尼甲真要个咧仇日，哦，啊就是因一直会往后看，啊你啊看，安尼阿强阿烈连面着个跋一刀啊，你啊看，好，好，过来，美国伫崇尚自由、平等、民主、法治，这些上基本个。尤其这个自由，这个自由，阿强啊，就无在调。这个国家是不是进步？你先看，因的人民有自由无？啊、
啊，平等、法治这拢，这差不多中国那边拢无啦，哈、哦。过来，因为一个简明扼要的宪法，哈、哦，美国宪法，因为一寡基本精神，哈、哦，咱来哈，保护个人的权利，啊、哦，像雷根总统起来做总统。伊就是讲，有一个要点就讲，伊批评伊家己的政府，讲你莫想讲政府要替恁来解决问题，其实政府本身就是问题，吼、哦。啊，甘乃迪总统讲啊，不要问政府为你做什么，要问你替这个政府做了什么。吼、哦，这两个总统讲的这话，吼、哦，我真重视。那么，要保护个人的权利，就是讲你政府袂使干涉伤济，不可有大政府哦，大家拢国家的力量咧，甲你支配。像中国，因就是用大政府掌控所有的省份、所有的人民，哦、啊，这个大政府大家运作起来，真济空方和遐官员会当歪哥贪污。啊、所以美国引用个人主义，包括自由主义，让人民有自由，可是家己的权利拢会当受到保障。因说发明，他都要讲发明，还是著作，拢受到国家的保护哈。啊，限制政府的权利，不要政府权力伤大，大家会当来欺负百姓，啊，这跟民主制度都变呀。民主制度是人民做主，授权成立这个政府来统筹整个政府的运作，国家的运作，那是人民授权给你。啊，你说大家讲来欺负授权给你这个人民，啊，而且得便宜哈，所以要限制政府的权力。再来三权分立，哈、哦，行政、立法、司法。咱伫中华民国系统内底，咱定个行政甲排第一，但是美国无同。是立法、行政和司法，先有立法，哦，搁十秒钟，先有立法，哦，啊，立完法才让行政部门依这个法来行政，啊，你若行政做不好，哦，贪赃枉法，后边有一个司法单位来给你制裁，哦，来给你起诉、判罪。好，今天我讲个这样，超过十秒钟，谢谢，多谢各位。各位同心，下课休困十分钟。各位同心，下课休息十分钟，谢谢。